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係阿 Boost 啦。今日咧，睇樓團嗰邊咧就去咗 Privacy 109嗰個示範單位嗰個銷售總部嗰邊。咁啊，示範單位咧其實就喺樓盤嘅對面嘅。咁我係俾大家睇下個樓盤個地盤嘅位置先。咁啊，過對面馬路啦。嗱，係啦，地盤呢個位咧，其實已經係遲啲樓盤會起好嗰個位置嚟嘅。咁啊，樓盤咧就會2019年大約第三、第四季嘅時候咧就落成噶啦。咁啊，到底距離地鐵站係個距離係點咧？咁啊，轉翻個鏡頭過去，嗱，沿住條路一路行過去，咁你會見到啦。其實咧，前面閃閃發光有大型告示牌嗰邊咧，已經係機鐵站嚟噶啦。咁啊，距離200幾米到嘅啫，真係好近嘅。